婚紗事件嘅新趨勢就係通常新人都會揀翻室內多啦。因為室內咧就唔需要諗呢個天氣因素啦，同埋你室內影嘅就會舒服啲，咁個表情咧都會比較自然。我哋好多新人都會帶佢哋嘅寵物過嚟一齊影相，咁室內咧佢啲寵物就會比較乖啲啊、定啲啊，咁影出嚟個效果咧就會開心好多。同埋有啲新人都會帶翻自己嘅中意嘅道具啊，咁樣過嚟影咧都會方便啲。